各位观众大家好，我是深蓝。卧龙里面的五行相克机制非常有趣，并且有众多应用，但是理解起来也略有困难，这期视频就让我帮你总结一下，别忘记点赞和关注，我们马上开始。首先，五行是金木水火土，它们之间的相克关系是火克金，金克木，木克土，土克水，水克火。如果你觉得这个有点难记呢，那就打开升级菜单，这里五行被排成了一个圈，每个属性都克制其右边隔一个的那个属性，这就是五行相克的基本理论，但是其实际表现却十分多样。第一种情况是 buff 和 debuff 之间的反应，两者可以相互反应，比如要是你身上有某个属性的 debuff， 那么给自己上一个克制属性的 buff 就可以消除 debuff， 反过来要是敌人身上有 buff， 那么你只要造成克制属性的一点点属性积累就可以将其消除，并且在异常积累或者异常状态持续期间呢，可以完全封死 buff。 不过你大可放心， buff 之间并不会反应， debuff 之间也不会反应，所以你给自己拍 buff 的时候不用顾虑五行相克，都可以拍。第二种情况是 debuff 对攻击的增益，五行的 debuff 除了有各自的效果，比如持续伤害啊，提高气质损伤之外，还会降低克制属性的抗性，比如我先打出金属性异常，那么因为火克金，我的火级数就能打出更高的伤害。第三种情况是攻击之间的反应，克制属性的级数可以消除被克制属性的攻击判定，比如用金级数可以消除木属性的雷球攻击。最后一种情况是某些敌人明显与某个属性关联，比如水妖与水属性关联，那么克制属性就很可能也是这个敌人的弱点。总之，五行相克真的是很有趣的机制，建议你先记住最基础的理论，再基于它去理解众多的表现形式。还喜欢我步步深挖游戏乐趣的故事吗？点个关注不迷路哦。本期视频到此结束，感谢各位的观看。